你叫什么？哈，我叫春生。那是谁家的姑娘？啊，回老爷，那是本村教书的张老先生的女儿，叫娟儿。磨剪子嘞，香菜刀。磨剪子嘞，香菜刀。磨剪子嘞，香菜刀。这怎么了？原来的房子呢？你把大火给烧了。烧了？啊，那娟儿姑娘呢？娟儿姑娘在哪儿呢？娟姑娘和她娘搬到胡员外家住了。胡员外？干什么？大晚上的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来找娟儿。找娟儿？嗯。你是谁啊？我是磨刀的。磨刀的？对。去，我们这儿不磨刀，出去吧。人家说他就在这儿呢。谁在这儿啊？啊，不认识。就在这儿呢。去，让我进。什么乱？出去。哎，你让我进去吧。这是你随便进的地方吗？啊，你让我进去吧。出去。人家说他就在这儿呢。啊，去，什么在这儿了？你让我进去吧。哎，捣什么乱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切！哎，出去！你再闹，我可把你送官了啊！哎，你出去！哎，你让我进去吧。去！出去！我这儿啊啊，老爷，这外边有个磨刀的，说是要来找娟儿。找娟儿啊？娟儿不在这儿，啊，你走吧。别关门！走门！哎，开个门！来，行。开门呐！那是他就在这儿呢，开门呐！黑了，你还要出去啊？哦，回老爷，我刚才听见外面有人敲门，可能是找我的。啊？哎，娟儿，娟儿。娟儿，
钱都攒够了，一半天我就托媒人向你娘提亲去啊。胡老爷。哎呀哎呀，是张大嫂啊，快快快快请请请请请。哎啊，请请请。请坐请坐。哎，上茶。哎，来来来坐。请。啊，那个你们母女俩在这儿还习惯吗？习惯习惯。哎，习惯那就好。我问了吴管家，他说你们家那房子过个十天半个月就好了，到时候你们愿意就搬过去住，要不愿意呢，你们母女俩就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啊。这胡老爷，我们已经很过意不去了，怎么好再多住些日子呢？哎，没关系。胡老爷，啊，有件事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啊，什么事儿？自从娟儿他爹没了之后，我们母女俩就把你当作最亲的人了，所以有什么事儿就想跟你商量商量，想让你替我们拿拿主意。哎，那我真是不胜荣幸，不胜荣幸。那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是为娟儿提亲的事。哦，为娟儿提亲呐？是，这个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。娟儿是到了该嫁人的时候了啊。不知是哪位公子啊？是个外乡磨刀的小伙子，这模样嘛还可以，娟儿也喜欢他。只是，这俗话说，水往低处走，鸟往高枝飞。这做娘的，总想给闺女找个体面的人家。可是，那个媒人报没报小伙子的属性啊？报了，是属猴的。哦，是属猴的。啊，那娟儿姑娘呢？他是属猪的。啊，猪啊，猴。怎么了？这属猴的一鼠一龙一蛇，既虎既猪，哎呀不好啊。这猪猴不到头啊。这么说他俩不合适？对呀，他俩这属相他犯克呀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春生，我娘说咱俩属相犯克。诸侯不到头。你勤劳忠厚，肯定能找一个比我更好的。
胡老爷。娟儿啊，干嘛那么心烦呢？谢胡老爷关心，我就是有点不舒服。你这不舒服，请个郎中来家看看呢。啊，不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老爷，您知道娟儿昨天傍晚干什么去了？说吧，你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呐，我看见那个娟儿和那个磨刀的断了。哎，千真万确，是娟儿他妈亲口跟我说。不，我不是，不是这意思。我是说这事儿啊，不会那么简单的。你说。那一男一女海誓山盟的，那说断就断了。那谁能保证那磨剪子的再不纠缠他了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你小子出息多了你。谢谢老爷夸奖，谢谢老爷夸奖。这可怎么好？孩子，你三天三夜没吃饭，孩子，你吃一口好吗？你这是为什么？娘也知道春生是个好后生，可你们俩的属相犯相，没办法呀。娟儿啊，我，娟儿啊，听娘的话，把他忘了吧，你们俩没有这个缘分啊。忘不了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娟儿，给我们家孩子看看病吧。啊，你们家孩子病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快去，快进去吧。哎，好。啊，先生，来给我，你快给瞧瞧。好，来看看脉。叔，春生家怎么走啊？春生家呀，往前走，啊，前头就到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哎呀，不妙啊！这
病得挺厉害呀、啊，阴阳失调，气血不足啊。啊，这先生，你可有良药啊？正好，我家有祖传秘方。哦，啊，这两味药你先收好了啊，然后啊，再用生姜三片，甘枣四个，做引子，用温火煎熬，一日两次，早晚服用，药到病除啊。谢谢先生。哎，多谢先生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多谢先生啊。别忘给孩子吃药。哎，谢谢先生。啊，先生慢走啊。哦，嗨。不必远送，谢谢先生，救孩子要紧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哎，华佗在世，神医妙方。华佗在世，神医。张家的、啊、我们胡老爷看娟儿来了。哎呀，这怎么使得呀？哎呀，快坐快坐，胡老爷快坐呀、这怎么使得呀？哎，听说娟儿姑娘病了，我这放心不下，所以我来看看。哎、这是我们家胡老爷的一点心意。不不不不，哎呀，娟子快起来，还不赶快谢谢胡老爷。谢谢。哎，免了啊，这姑娘正病着呢，那躺下休息才是啊。啊，哎呀，哎，你看，哎呀，这娟儿这回怎么病这样了？哎，
还不是为了那个春生。春生？谁是春生啊？哦，就是我对你说起那个磨刀的小伙子，也不知怎么了，就死了。啊！哎呀，这年轻轻的，这怎么就死了呢？啊，听说是吃了江湖郎中的药，时间不长久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哎呀，难得娟儿姑娘这一片痴情啊，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呀，好在这二人未成眷属，所以这身体啊，那还是最要紧的，啊。啊，胡老爷慢走。张家的啊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说胡老爷对你们张家到底怎么样啊？啊，这还用说吗？胡老爷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是我们母女俩的救命恩人。啊，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管家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啊，张家的，不瞒你说，我们家老爷一直喜欢娟儿。啊！天哪，这可真是他的造化啊！这么说，你同意这门婚事了？啊，我们母女俩的命都是胡老爷给的，我们正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的大恩大德呢。好，那好，我马上回禀胡老爷。哎，
慢点，慢点，快点，快点呀！啊，多吃点，多喝点啊！好了，好了，今天是你们老爷大喜的日子。哎，哎呦，张大爷，恭喜啊！哎，走啊，哎，慢点。哎，好，恭喜，哎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哎，多吃点，多喝点。哎呀，我的美人。你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呢？我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轻点，轻点，啊！哎呀呵，哎呦啊！老爷，啊，老爷，啥事儿？老爷，没事，去吧，去，啊。老爷，昨天晚上院里进来了盗贼呀。什么？丢什么东西没有？我们清点过，老爷最喜欢的一个金麒麟不翼而飞呀。什么？我的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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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麒麟，我的，老、啊、你也去，把全院的男仆女婢都给我叫来，我要亲自审问。是是，老爷、哎，依小人看，不像是家贼呀、啊。那是谁？昨天晚上守夜的发现了一个人影从房顶上跑过，他想追去。却不知道为什么摔了个跟头。难道再说那个金麒麟一直放在太太屋里呀、啊、这个盗贼他会这个飞檐走壁不成？老爷要不要报官啊？啊，不先不要报官，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严加防范。是是，要是再丢了东西，我拿你试问。是是，咱们严加防范。严加等等啊，还没说完呢。那四小姐的婚事怎么样了？三家提亲的，这大太太倾向于县里魏大人的魏公子，这魏公子又是今年的新科举人，一表人才。将来的前途不可估量。好吧，那就按照大太太的意思办吧。啊，是是是是。及早备些礼品。是。让魏大人家走动一下，也好把婚事定下来。啊。啊，是老爷。是。哦，老爷。老爷。哎，老爷。你。哎。没事没事，去吧啊，去吧去去，是是是、啊、怪事儿。四小姐，什么事？吴管家让送的，说是喜酒。喜酒？什么喜酒？啊，恭喜小姐，贺喜小姐。喜从何来呀？小姐要做新娘了，这岂不是一喜吗？新娘？是啊，人家县太爷的大公子又是今年的新科举人，又一表人才，是胡老爷让我亲自为您操办的这门婚事。什么县太爷的公子？我不嫁。哎，小姐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哪有不嫁之理呢？你看我爹今儿娶一个，明儿娶一个，我娘多可怜呢！你们还让我走她的老路啊？小姐，这别生气。小姐，你看，这酒啊，是我今天给小姐还愿的。你看，这总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
眼睛睁大点啊。嗯，今儿夜里再出点什么事儿，咱那饭碗可就都没了。嘿，我倒是盼着那个贼再来呢，不然的话我这棍子都没地方使了。哎，有贼呀！啊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哎，有鬼啊！哎，有鬼啊！有鬼啊！快出来！有鬼啊！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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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鬼啊？怎么回事？鬼一个他妈打倒了！啊，在哪儿呀？怎么着？这鬼从哪儿飞过去的？我家啊，五，我在这儿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群龙无首，这像什么样子吧？老爷，听枝叶的说，那盗贼不，是鬼。胡说，都不要乱，把所有的灯笼都点上，围墙路口都放人，快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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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爷，您进屋吧。别着凉，这有我呢。我不冷，我没事，没事，我要亲自指挥。我要看看这个盗我金麒麟的，他到底是人还是鬼？是。哎呦，老爷您穿少了点，您快进屋吧。我回去啊。有鬼！啊！你看看你们这帮人啊，这都是饭桶啊，白痴！啊，这么多的人，连个小小的盗贼都拿不住。你们还有脸来见我？哈，老爷，此贼来无影去无踪，他肯定是鬼，不是人。老爷，所有的旮旯我们都搜遍了，要是人呢，他跑不掉。呸！别跟我说这个。老爷，老爷，县令魏大人派人送来一封信，说是那个偷老爷金麒麟的那个盗贼啊，他投案自首了啊，现在啊压在大牢里听候审理呢。哎，抓人！哼，真逮着了！啊！你们都听见了没有？哎，听见了。偷我金麒麟的那个，不是鬼，是人。哎，对啊，是人。瞧瞧你们这帮蠢货，去，快点，去，快点。老爷，老爷，我吴管家啊，你告诉魏大人，这个盗贼绝不能轻饶了他。是，要千刀万剐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是，老爷，依小人之见，是不是备些礼物到县里走动一下？一来呢，是将四小姐和魏公子的亲事定下来；二来呢，就是叮嘱魏大人审理那个恶贼时，绝不手软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去办吧。是。胡员外，里边请。您请。哎，您请。好。哎呀，魏大人，您一向可好啊？哎，胡员外，你客气了。我看呀，咱们就以亲家相称吧。亲家。哎，好啊，那好，那就亲家，您请坐。请，哎，请坐。哎呀，亲家，听说那恶贼已被押入大牢，特来致谢呀。哎，魏大人，放这。哎，魏大人，亲家，你这是？这是区区薄礼，不成敬意。
哦，还请魏大人笑纳。哎呀，亲家，你客气了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亲家为民除害，理应如此，理应如此嘛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那本亲家也就只好收下了。哎，吴管家啊，赶快让他们都抬进去。哎，好好，抬进去。哎，快快快！快点！啊，亲家，那小女何日过门，还请亲家宣夺啊。哎呦，不瞒亲家意下如何呀？啊，那再好不过了，再好不过了。那当然是公务要紧呐。对了，那个押入大牢的盗贼，哎，您要如何处置啊？盗案尚未审理啊，现不知那恶贼除盗走你家的锦旗令之外，有无其他的劣迹啊？不过这恶贼知罪悔过，投案自首，还应从轻发落才是啊。他除了盗走我家的金麒麟之外，还伤了我一个职业的仆人呐。哦，这个恶贼他还伤人了？是啊，伤者随时可以到堂作证。嗯，好，好，明日一早就升堂审案。哦，来啊，带恶贼李二上堂。喂，快走，跪下，堂下犯人报上名来。小人李二。李二，你可知罪？知罪，我盗走胡员外家的金麒麟。还有呢？当夜我潜入胡家，被职业人追逐时将其中一人打伤。没错吧？恶贼李二，你还有什么劣迹？从实招来。李二时时还有劣迹。说。当夜潜入胡员外家的时候，将胡员外的四小姐奸污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把胡员外的四小姐给奸污了。嗯，恶道你胡说。魏大人，你可不要听他胡说呀。恶贼李二，你说你奸污了胡员外的四小姐，你也能说出那四小姐的身上有什么特征吗？四小姐身上共有三颗红痣，前胸两颗，后背一颗。老爷，将恶贼李二压下去。推，二堂，走，走。听说这小子不光偷，还把胡员外家的四小姐给奸污了。哎呀，顾家四小姐这下可惨了，听说魏衙内要与她成亲，一听说有这事儿就不要她了。时辰到，斩。是鬼啊，是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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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爷，
哎，夫人，快快快快，老爷不行了，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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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老爷，老爷，您醒醒！怎么回事啊，老爷？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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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娟儿，娟儿，春生，春生，娟儿，我走了，这一次我真的走了。